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七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在今日国内又增加十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有两个是本土案例，其中有一位是社区的保全，到底是找无感染源。行政院在今日加开临时议会，决定纾困二点零的方案总金额会达到新台币一条500亿。今日是清明年假的头一天，在基隆高速公路对透早是塞到暗头啊。另外，在车站也真侪警官来斗三工帮体温。在今日国内又搁增加十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了，有两个是本土案例，其中有一位患者是社区的保全，也因为查无伊的感染源，疫情指挥中心随通知社区的主委要甲社区总消毒过，目前有接触过的人拢等咧对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搁再公布，国内新增加十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分别是八例境外移入加两例本土病例。截至即阵，国内确诊病例来到339人，其中有50人解毒隔离。八例的境外移入个案是6男2女，那年龄介于10多岁到60多岁，活动的区域里面大概有，美加哈、美国、加拿大有2位，英国2位，那澳大利亚。1位，印尼1位，南美1位。指挥中心讲，本土个案分别是50多岁男性335案例，加50多岁女性336案例，两个人拢无出国。其中案例335例，老三真侪天无爽快，不到诊所甲病院看医生。3月20日，不甲印尼境外移入的案例291例接触，3月23日发病，2摆看医生症状拢无解毒，因为知影讲案例291例确诊，第3月31日搁再就医。病院迄天就马上收治负压隔离病房来采检，在初二确诊未着。335这个案，它是在3月20日，那跟这个2291有接触了，他们是属于喝咖啡聊天一个小时了。第案例336例是北部社区的女性保全人员，3月17日出现脑凹疼、流鼻水、烧热症状，3月26日发烧去诊所看医生，3月30日因为症状是继续无改善，有时到诊所会诊，被诊断出有肺炎情形，收治转移采检，在初二确诊去未着。针对整个社区里面有接触者，或者有曾经有症状或有出国史的，做进一步的调查。另外，为了防范有症状入境的人回来到社区，加做防疫的措施，指挥中心也宣布，对初三起，即摆入境旅客有发烧、呼吸道症状的人，在机场采检了后，会直接由防疫车队送到集中检疫所。等待采检结果，若是阴性，症状也恢复，会由医护人员评估是毋是等于厝内继续特殊检疫。记者综合报道。那个刘委会表示讲，还有400多位台湾民众，搁留伫中国湖北。伫3月30日，有坐定期机班返来的台湾民众，有人出面来发声讲，希望政府赶紧甲即挂人斗三工。不过，即挂241位返来台湾的民众，目前是有人捌发烧过，目前也等咧观察。30个华航班机载登了214个留伫湖北的台湾人，即马当地隔离检疫。但是其中有一个女子，伫初一下晡才出现发烧的症头，送病医。指挥中心嘛证实这项消息。湖北团有一位是发烧，我们现在送到医院去。那整体214，再进来214嘛哈。那有效检体211，那还有3个检体，我们仍然在采验中。他是因为发烧送医啦，不过因为住进医院之后。昨天晚上11点之后就没有再发烧了，所以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观察，那是有做的采检，那我们就待后续的一个检验结果。第29回来的153个台湾人采检的结果全是阴性，但是30个这批搁伫继续观察。即马留伫欧巴，包括留伫武汉的台湾人，经过了委会指出，大约各有400多个人，因咧等待后一批的包机，包括50个学生要等来好好上课，嘛有人要等来台湾看医生，未少已经等来台湾的台湾人嘛斗三工。化为我有心脏病，我想回台湾。我是一名高龄孕妇，至今已经在这边2个月都没有产检，所以非常急迫，希望可以早日返台产检。这个我真感谢讲政府为我安排，但是我嘛拜托政府，还佫真侪人调来遐，调来湖北武汉，拜托政府，啊，阮等来，我嘛希望讲。
武汉虽要伫4月初被解封，若等未着包机，因仍望政府会当解除自己。但行政院长苏贞昌又完全坚持，伊强调，就算武汉解封，因为是疫区，还是爱自己，嘛甲中国继续保持上大生意协商。但是中是讲，海基会会进行了解，若是有必要，会用各种方式互因档案。记者郭灿、陈志成台北报道。行政院在今仔日加开临时议会，决定纾困二点控的方案，总金额会达到新台币1500亿。议长苏贞昌也亲身召开记者会，伊也表示讲，纾困甲真济面向是牵连真快，已经请政府委员景明钦特别向民众报告进度，希望防疫纾困甲振兴拢会做甲真实层。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率领真侪相关部会首长来出席行政议会了后的记者会，说明纾困二点控的方案。苏贞昌指出，疫情伫咧全世界均加，议会通过预算，要用一条来救台湾，让大家渡过难关。当时只有中国的疫情，现在是全球的疫情，所以预算势必要增加。而我们基于对人民产业的纾困需要。所以我们准备用1兆500亿的预算，一兆救台湾，让大家渡难关。原本变特别预算600亿，即马增加到1500亿，医院资金嘛增加1000亿了后，达到1400亿，啊，够融资贷款协助7000亿，总共1500亿，自家总储规模超占109年度 GDP 的5.4%，疫情冲击着产业甲事业条出现，行政院嘛提供就业的补助，让就业人口192万人稳定。经济部里面的服务业跟制造业大概会协助66万人，交通部的旅宿观光呢是14万人，那司机跟自营商的相关工作者呢大概有12万人，另外还有自营工作者呢事实上达到100万人，总共呢我们稳住就业大概是192万人，这192万人占我们整个就业人数呢达到16.67%。啊，若是受到大家关心的振兴方案，政府会撒酷碰券来刺激消费。经济部长新平丁指出，每一个人每个月上济1000块。以消费我来折扣回馈，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会来透过平台来协助。那老人的部分，我们也会透过敬老卡来协助。那每人每月那上限呢1000元。因为疫情的问题，牵涉到的层面真宽，苏贞昌嘛已经请金炳新，逐天向外界报告相关进度，来做纾困预算的陈时中部长，这波预算会送立法院来审议，在阿里为了解政府伫咧纾困的部分加强力头，啊，不过嘛强调讲爱对症下药，真正看会到嘛爱用会到。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日前讲要捐1000万的嘴罩给欧美以及着疫情严重的国家。AIT 处长李英杰特别去拜访卫福部长陈时中，表达感谢，也俄罗台湾是真正朋友。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雷恩也头摆公开写文章感谢台湾。总统蔡英文来到疫情指挥中心，更加头一摆在公开场合戴嘴罩，配合防疫新做法，也感谢同仁的努力。蔡总统除了关心国内防疫成效，初一也宣布捐出1000万的嘴罩，支援欧美这疫情严重国家。AIT 处长李英杰也打出甲陈时中的相片，感谢台湾，更加俄罗台湾是真正朋友。美国国防院甲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也俄罗台湾，认为台湾应该爱加入 WHO。澳门执委会主席彭德瑞恩公开在推特感谢台湾，而且是澳门执委会头一摆针对台湾发表声明。我们就是尽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份子应该要做的。那防疫呢，是要国际大家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做的，因为病毒也没有分国界嘛。蔡总统也伫推特表示，台湾甲澳门以及世界徛斗阵，相关国家驻台代表也拢伫面册打出文章来感谢台湾，讲台湾帮助已经成最新的关键标记。而在美国了后，台湾甲捷克也建立防疫合作的伙伴关系。台湾跟捷克将就疾病快筛的这个检测跟试剂，还有疫苗以及药品的研发跟生产建立合作。台湾用防疫实力拓展外交，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却是口说台湾一开始讲嘴罩禁止出口，即阵想要帮助别人，也阁卖想借着疫情来变政治操弄。学者认为，虽然北京讲台湾用疫情密谋独立，不过台湾的援外对象并不甲中国排除在外，也算有提出善意。我可能也是说，不排除任何的
可能性、接触性或是合作性的管道，透过方式来缓和两岸的一个紧张的气氛。阿姐认为，关税案那是就三零来稳定民心。也增加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谈判条件。不过，用防疫外交战来看，中国所掌握的资源明显超过台湾。台湾未用这正式援助外国的出发点，这是尽国际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的头一天，真侪人唔敢坐大众交通工具，所以拢家己塞车。往宜兰的高速公路，对透早六点开始就真侪车。雪山崩坑往南是一直塞到暗头啊。另外，伫咧车站的所在也加派真侪员工来倒卡酒，是因为真拢爱甲旅客帮体温。坐车旅客经过红外线检查的机器被抓来复检，原来是手的退烧的物件造成机器误判发烧。市民连续假期头一天，台铁高铁车站有不少人坐车，旅客大部分拢有挂嘴暗，也够有量体温。来到客运车站，人客是加真少。为了防疫，公路总局要求各转运站在卖票所在、甲上车排队等车的所在，拢画立一公尺的标识。有几排椅的所在，也拢伫个中个椅啊遮拍一个叉，袂妨坐。人没有比较多，可是好像大家也都没有保持一公尺的距离吧。那你自己会特别跟他保持？他尽量啊，因为有小朋友。离国道高速公路部分，早起有真侪路段塞车。国道一号五口到新竹南下路段，车速降到20公里以下，到下晡3点了后才慢慢疏解。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也塞到下晡5点外。高工局有七连假第二天，国道五号南下依然是塞车。目前实际通过交量，是会比预估的稍微少大概10%左右的一个交通量，但是这些交通量呢，也是比平常平日跟周休的量来得高，所以我们还是会对于几个路段会造成一些瓶颈跟拥塞的情形。因为连续假期，国道在人较侪大型服务区拢设置日常机器，用路人进入服务区商场也必须挂嘴暗。吃饭的所在设置隔板。根据国公局比对大数据，今年清明连续假期头一天，车流量甲去年同期来相比减少大约一成。不过塞车路段意外塞车，呼吁用路人出发进前先看路况，会使拆开高行在管制时段，选择相对利好的时间来出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唔呐，雪山崩坑伫咧塌，就连苏花街透早也真侪车。就算苏花街起板甲时速九到七十公里，速度也是上过慢。伫咧今仔日时速大约只有二三十公里尔尔，伫崩坑口就塌特别三公里啊。车排了真长，速度真慢。清明连假头一天，苏花街位透早开始，就出现了路难车流。每点钟平均的车流差不多有九百以上，已经超过苏花街设计的负荷量，造成崩坑入口回台到苏澳市区差不多三公里长。车流很高，因为那隧道它都是要去拉距离，所以它速度一定会降，所以对于这个提速，它的明显度就会比较差一点。那如果是车流量不要那么高，它一个本身，比如说每小时就是在700以下这样的量，那提速的速度这个的效率就会比较明显。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真侪民众减少坐大众运输，改家己开车出去，造成连街的车流量真大。虽然交通部已经把苏花街的限速为60提悬到70，效果煞无明显。早起的时阵，平均时速只有20到30，过了崩坑差不多1/3，才会当提悬到40公里。你开多久？大概将近2小时。那会不会遇到隧道里面还有一些龟速的车子？今天比较没有。和平西桥南下车道，目前往南花莲市的方向行车速度约有40至50，行车蛮顺畅的。面对车流，警方协助疏导交通。公路总局是估计，初二苏花街路段的车流量可能会来到19000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疫情上界严重的国家美国，在当地时间初一，因的感染人数也已经超过21万人，有4000多人死亡，甚至有迄个红红因为婴儿拄出世6礼拜就来治病身亡啊！疫情上界严重的纽约州，因的州长古莫也对初一下令讲，运动场拢要先关起来。为加强防疫，纽约州宣布要关所有游乐场所。You get infected, you give it to someone else.So think about somebody else. We're going to take more dramatic actions. We are going to close down the New York City playgrounds.
州立国贸做疫情干部时表示，因为少年人唔听劝，疫情期间又往拍拍走，伊会这么生气，唔是无原因。在疫情防控中心的纽约州，感染人数已经超过83,000人，比中国全国还更加多，死亡人数也接近2,000人。伊有讲，疫情高峰期恐惊4月底才出现，表示爱考前一个月，若果无细致，疫情恐惊大失控。另外，全美国疫情也咧失控蔓延，确诊人数伫当地时间初一破11,000人，死亡人数有4,000多人，过去24小时过世918人，创下单日新高。康乃狄克州阁出现一个出事6礼拜就死亡的婴仔，应该是全球死亡上少年的病人。副总统潘斯初一表示，美国疫情爆发的模式，甲欧洲上严重的意大利真共款。停在关岛爆发疫情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伫舰长紧急下批求救了后，海军总算同意，让大部分的人留存。We already have nearly 1,000 personnel off the ship right now. And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e expect to have about 2,700 of them off the ship. One thing I want to emphasize as well is that we cannot and will not remove all the sailors from the ship.海军强调，要有人留守维护航空母舰安全。目前93人确诊，留存了会伫关岛的饭店安置。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吞踏全世界，伫咧西班牙一日就死864人，伫英国也是一日死563人，而且也出现高一日的死亡人数是上界悬的。英国也宣布讲，历史真悠久的温布顿网球赛今年是先甲比赛先来取消。西班牙一天又增加864人死亡，创下单日新高，已经超过10,000人死亡，感染人数也增加7,000多人，已经破100,000人。啊，不过确诊症的隔离防疫大将西蒙指出，虽然病例超过10,000人，啊，不过单日新增加的病例比前一天减少，显示疫情开始稳定。Ahora el caballo de batalla está en conseguir que nuestro sistema nacional de salud sea capaz de garantizar la cobertura adecuada de todos nuestros pacientes y su tratamiento. Simon 表示，今日目标是减少重症患者避免医疗体系未堪治理。同一天，政府也推出新措施，援助受疫情冲击的民众。4月7日开始，到紧急状态结束了6个月内，出租免赶走弱势厝卡，免去厝税，水电、天然气免登记。各位无符合领取救济金的失业者提供另外补助。附近意大利感染人数破11万，13,000多人死亡。总理孔蒂宣布延长封锁到4月13日，结果有7万多人感染，死亡人数不到1,000。德国政府依然宣布要延长禁足令到4月19日，各呼吁民众过下节假期唔通出来佚佗。英国是单日新增加563人死亡，创新高，总共2,300多人死亡，感染人数接近3万。全球上名历史上贵温布顿网球赛已经宣布停赛，这是之前了后第一摆取消比赛，也是第一摆因为疫情而取消。另外，今年11月伫苏格兰举办的2020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也因为疫情延到明年。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清明休假，真侪民众拢会去拜望。不过，政府对3月开始就开始宣导啊，希望民众派集中伫清明连假去拜望，来减少群聚感染的风险。真侪民众拢配合政策，伫连假的头一天，比去拜望的民众是比英国减未到60%。在清明连假第一天，多民众到公墓祭拜祖先，不过以前停车场拢无开。今年空位真多，陪伴民众是里里搭搭。以前都是停满车，然后现在都蛮空的。所以现在来的时候很多车位啊。大概拢相边的车拢滴滴滴，即马拢安尼，你看散散。台中市政府表示，为避免群聚，进前一直呼吁民众加利用线上陪伴，确实一定要去，也避免集中伫个清明连假这四天，大家拢真配合。可算今年清明连假第一天陪伴的人，比以前减至少60%。大概因为分流的关系，大概也因为防疫的关系哈。那我现在感觉上，这个比去年大概少了60%以上。除了分流陪伴，台中市的纳骨塔也拢采实名登记才能入去。这摆也交于外口规定，比以前加了真多。会当入未？入未？你啊，就是爱量迄个体温啦。量体温，量体温，啊，搁来就是爱登记。不过，平时每一个县市纳骨塔拢唔开，亲像嘉义县纳骨塔都无开放给民众进入。嘉义县长初一早起也去视察状况，人也无多。那我们不开放啊入塔内祭拜，因为入塔内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再加上大家哈上下楼，那手必然会去摸手扶梯，
包括去接触很多东西，那这个都是增加感染的风险。受疫情影响，加上政府为三月都一直宣导民众爱分流陪伴，去陪伴人比以前减少真多。相关单位也呼吁民众，虽然今年陪伴人变少，但过陪伴也尽量爱挂嘴安，保护家己，也保护身躯边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政府有公布社交距离注意事项，第一阶段建议无挂嘴安的人，伫室内爱保持一公尺半，伫室外爱保持一公尺的距离。在咧连假的头一天，真侪店家甲游乐园，伫排队的队伍顶头，拢安插挡棒的措施，真侪民众也拢主动挂嘴安。不过，也是有的人说是无要无紧。清明食饭饼，中华这间有名店家伫涂骹画红线，爱民众排队，不管是毋是挂嘴安，爱隔一公尺。头壳有线，来照线牌。高雄游乐园业者因为伫个内底卖票，排队要隔1.5公尺，但过广场表演游行嘉年华，游客伫两边看，其中有不少人无挂嘴安，也无保持安全距离。自己人就已经接触过很多啦，接触一整天了，就觉得还好。对，可是如果旁边周遭，应该还是多少会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建议，无挂嘴安，人甲人之间伫内底应该保持1.5公尺，伫外口爱保持1公尺，暗过室内距离，大家较会袂记哩。有游乐设施虽然伫外口，暗过围真紧，算真欢喜的时阵会将嘴安摕掉。那马上就口罩都飞了吧？那没办法做。对对对，因为它的安全，它的游乐设施是这样子的。客人在进入排队动线大城设施之前呢，我们也会再消毒一次，然后在现场也会有告示牌，也会劝导客人说。距离要保持室外是1公尺。大型购物中心店家甲顾客大部分保持距离，暗过有人用设计无挂嘴安，对室内要保持1.5公尺的距离，也是不去注意。觉得还好，没有，不会到很担心这个。我会更加注意。你会更加注意，所以你会想要去拿一个口罩来戴。对，我现在有点想拿口罩来戴。业者为车道到入口拢为旅客量体温、用杯设施都消毒，暗过发现无强制民众挂嘴安进前，业者目前干呢应尽量将营业场所防疫做个上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的头一天，煞真侪人去台东行搭。伫咧当地饭店的大房率大约拢60%以上，在今仔日大约2200多人会去绿岛甲兰屿。也因为全台湾敢若剩花莲、台东无病例，民众也烦恼讲游客敢会甲病毒扎入来咧，甚至有诶部落就伫外边设一个发烧体检站，甚至劝讲要等故乡诶族人甲旅客卖入去部落。好讲时间，客轮码头为早起7点就开始在要去绿岛，阁有南苏的旅客。为着防范疫情拖到外岛，客轮业者特别伫码头设防体温的所在，而且要求旅客挂嘴安才会当上船。部分的旅客阁家己准备打洗手，嘛有人挂手笼上船，做好个人的防护。即届连续假期，客轮头一摆实施坐船爱验身份证，有防疫检疫的人偷走上船。防护要做好啊，我们做好其实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我们上船的旅客啊，我们会请船公司哦协助量测体温，那量测体温还有戴口罩的部分。客轮业者表示，车里按算会使来回绿岛、到南苏总共21个船班，不过坐船率只有7%，估计超过2200多个人要去绿岛、到南苏。台东饭店大房率估计会到67%以上，业者讲比疫情发生的期间阁悬真多，不过大部分拢是休假前2-3天才订房。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差别大概会有3-4成左右，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好。对，那基本上客人都是以临时入住的居多了。即马台湾本岛干那剩花东两关无传出确诊的病例，不过前面连续假期有大量游客要去台东，有民众开始烦恼讲病毒会拖去台东。是外县市来的，我比较会担心。部分原住民部落各地入口设24小时发烧体检站，管制发烧倒来就能够游客来到部落。希望，部落最后这一块净土后能够平平安安的。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咧拖，清明连续假期到台东旅游的人阁真多，呼吁民众避免群聚，做好防护措施，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中国对初一开始要管制无症状的确诊病例，不过在河南省的吉省，之前就发生讲，在人民病院内面有3位医生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当地政府在初一也宣布讲，要阁再来封城一届了。开放的假象也过不去了。
中国河南省集散各封城，所有人必须凭证出入，除了超市、病院、市场外口店家全部停业。因为当地一名病院有三名医师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源头可能是一名59岁确诊女性清洁人员。前接触的有10几个都隔离了。就诊、接诊啊，都正常进行着嘞，没啥影响。为防止无症状患者加入疫情恐慌，中国卫健委初一起，日本无症状确诊病例阁公布，初一一天新增加无症状感染者55例，全国总共1075例。官方宣布加大筛查的力度。24小时之内完成流行病学的调查。那么对这些发现的无症状的感染者呢，要采取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将监测范围呢进一步扩大到已经发现的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无症状感染者病例增加，在浙江省了后，海南省也两阶段控管无症状感染者，28天才能解除隔离。不过，中国专家却夸口，无症状患者未加入中国第二波疫情的恐慌，佮有且全球疫情会伫4月减少。我有很强有力的监测系统，那也就是说。一旦发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立即隔离，第一时间在很早的时间给他切断这个传播的链的话呢，它不会引起爆发。武汉七八会解封，地区已经迎分，坐进前必须先扫健康码，胃也隔开，也爱通报行程，严密监控。广东出现确诊者骨折抽血，还佫拍医护人员的纠纷。我是脸上打的，还有咬的，还有咬的，这里眼睛上是咬的。护士面甲颔骨拢空碎，警方已经展开调查，嫌犯完成治疗，会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疫情目前是烧不退，不过有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国的情报机构有给白宫一份机密资料，讲中国暗克疫情无老实把致病人数公布出来。参众中院的议员甚至也批评讲，中国的通报是粪扫宣传。不过中国的外交部是未堪的人在讲，因也骂这指控者无道德。美国武汉肺炎确诊人数超过21万人，变作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国家。啊，不过彭博社引用美国官员的讲法，美国情报机构和白宫的一份机密报告指出，中国暗克疫情事实，指控中国无照实公布确诊数据和死亡人数。美国总统川普嘛对中国的确诊数据感觉真怀疑。Their numbers seem to be a little bit on the light side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ir numbers are accurate. I'm not an accountant from China.共和党参议员萨斯也发声明讲，美国死亡病例超过中国是错误的，批评北京通报的数据是粪扫宣传，一直在讲白贼。众议院委员首席议员麦考尔阁呛辩讲，中国伫咧对抗疫情方面，毋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共犯。虽然川普也是强调讲，甲习近平的关系真好，啊，毋过国务卿蓬佩奥最近真侪个批评中国伫咧散布甲病毒有关系假消息来回避责任。针对这件代志，中国外交部嘛派发言人出来反击。这几个美国政客的言论所作所为实在是无耻无德，我们多次说过，污蔑抹黑甩锅推责弥补不了失去的时间。中国也一直表现援助外国的成绩，进前派医疗团队去塞尔维亚分享对抗疫情的经验，受到总统吴奇奇的欢迎，不但亲身来接机，而且还很激动地在中国的五彩旗来感谢习近平。beskrajno hvala mom bratu i prijatelju predsjedniku Xi Jinpingu i čekam ga u Srbiji i dočekat će ga 100.000 ljudi kada bude došao u našu zemlju. 100.000 ljudi bolje nego bilo gde u svetu i sa većom strašću i emocijom nego bilo gde u svetu. 吴奇奇进前嘛表示，后边要团结，那就放假告诉，跟那中国会当斗三工。即摆嘛照中国医疗团队的建议，甲首都贝尔格勒会展中心改建做红城病院。中国国国内疫情已经较稳定，啊，毋过伫咧美国的中国人权团体最近发布调查报告，谴责北京政府借对抗疫情的名义来压迫媒体甲专家，严格处罚公布消息的人，反而未来言论自由去互压迫，干来搁较重。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伫咧初一一日就增加266人确诊，日本全国已经超过250人来治病了。甚至伫咧第三例关有一个查甫婴仔雄雄昏去，出现出有治病。有机关也希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赶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过首相却讲目前是还未到迄个时阵。感染者は1歳未満の乳児でございます。患者の症状は3月31日火曜日。自宅にて心肺停止状態となり、山梨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に救急搬送をされました。
新冠病毒疫情在日本继续拖，山内县有红孩感染病毒分别在病院接受治疗，严格父母并无为着病毒无清楚感染来源。而日本初一全国患者增加266个人，创下一天增加上多患者的纪录，也让日本国内患者破2500人。过去八天增加真侪患者的东京，39岁以下的患者占感染者的40%，可见少年的患者嘛真侪。为了防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增设叶克膜支管治疗，嘛要配送2个爆脆网，让全国每一户居民提供民众使用。因为感染来源无清楚的患者愈来愈多，对政府一直无爱宣布紧急紧急状态。日本议员嘛敦促应该赶紧发布命令，也毋过安倍认为时机也未到。ギリギリの状況ならば、感染拡大を少しでも食い止め、国民の命綱である医療の崩壊を招かないために、一刻も早く対象地域と期間を示し、宣言を発するべきです。現時点では全国的かつ収束的蔓延という状況にはなく、ギリギリ持ちこたえている状況にあり。因为政府未发布紧急状态，不过日本医师会已经在初一自行宣布进入医疗危机状况。另外，疫情继续拖，病院的病床会无够，要求国家放宽出院的标准，让症状较轻的人居家隔离。另外，在南韩的病例目前将近10000人，增加的病人依然是大区的患者上多。而全国的病人目前已经有58%在治疗了后恢复健康出院。记者陈世东报道。接下来，咱来看菲律宾，因为总统杜特地下令讲，若准有民众无爱检疫，却搁伫咧乱的，军警会当当场甲伊枪杀。另外，伫咧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其中有一个城市号做梅德林，伊的警方因着出动灵车沿路放送消息，要提醒民众唔通四界爬爬走。灵车伫真侪国家拢看会到，暗过伫哥伦比亚梅德林，这台灵车并无在观察，而是挂总理用的装饰。车身的标语写“人拢难免一死”，暗过请大家唔通用新冠病毒来自杀。Con un carro fúnebre invitamos a todos los ciudadanos sencillamente a la reflexión y obviamente los invitamos también a que vayan a casa。除了出动灵车，有的警察也佫用歌声来宣导防疫。伫个厝内底阳台欣赏民众，都亲像听演唱会共款，用欢呼甲破声来回报警察。啊，毋过警察协助防疫要辛苦一面。距离中部大城康塞普松被警察跟踪的这女士，3月底确诊转移了后，却伫4月7日逃走，搁伫市场遭予警察抓，结果当然是被抓，押回病院继续接受隔离治疗。为国家警察人力有限，由军方派人力来支援，若是正规军，搁无够用，都征调后备军人。Todas aquellas actividades que conforman el proceso del llamamiento de reservas que está haciendo el ejército del Perú para combatir esta guerra invisible y enfrentar al coronavirus. 面对陆海空三军差不多115000人，后备军人总数是接近19万。自从1811年独立建国以来，就算伫1980年代公民制度游击队发动内战期间，也过1991年科瑞拉爆发的时阵，军方拢无动用后备军人，暗过一摆征召10000名，显示疫情严重，已经超过恐怖攻击。另外，中美洲大国墨西哥一直到3月30日，也就是本礼拜日，才扩大停止商业活动、军装组织的范围，被批评是动作太过慢。Generada por el virus COVID-19, solo permanecen abiertos los establecimientos de comida y actividad bancaria。在菲律宾马尼拉街路有军警协助民众量体温，上任以来强势反倒被外界质疑初步违反人权的总统杜特地，面对可能有民众拒绝遵守国家隔离规定，依然是真强势。Na pagkaginulo at nagkaroon ng okasyon na lumaban at ang buhay ninyo ay nalagay sa alanganin, shoot them dead。杜特地也下令军警保护医疗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民众用有毒的物件扰乱防疫工作被抓到，军警应强迫涉案人家己吞下有毒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行政院的扩大纾困方案当中，那总有受到疫情冲击的观光运输产业相关人员，正要把计程车司机、游览车司机、甲导游领队算起里头，会当发予因每人每个月1万块的生活补贴，补贴的月数是3个月。中山机场头前计程车司机排班载客，过下晡拢无国际线班机，甲零单国内线旅客，因载着人都叹挂。早上就载到一班客人，啊，现在外面也没人，就这样子，不如小补了。一天里面可能跑个4趟左右，差不多已经没有了。因为你现在国外的航班都没来了，所以差蛮远的。计程车司机讲，真侪人较无要出来，市区租车拢载无人，疫情冲击运输业，民众就算出来佚佗，也家己塞车，游览车业者也拢无生意。行政议会临时会决定，针对计程车甲游览车驾驶扩大补助，连续3个月补助驾驶每人每个月新台币1万，有够有将近10万人受惠。计程车司机是92,000名。那游览车啊，相关的驾驶员是16,000名，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以啊对人的补助，那一个人啊一个月啊1万块，那总共是3个月，那这个部分加起来是有这个是30多亿。国交部也证实，纾困1.0计划会纳入领队导游补助，因为暂停旅行业，组团出国旅游，加接待国外团体来台湾。国交部会比较观光业员工薪水补贴，提供导游领队每人每个月1万块生活补贴，连发3个月，会以专职导游领队为优先。短期先这样子来做一个纾困啊，对啊，那当然后面随着疫情的变化，会再滚动检讨啊。交通部也针对航空业提供45亿作为融资贷款利息补贴，对观光运输产业各项补助，会看疫情随时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在疫情之下的电影产业依然是稀烂的。台湾即卖有79间的电影院，希望中央政府直接爱因停业来减少因的损失。文化部长戴丽君也表示讲，今卖停业就要看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不过，日本纾困补助有机会对15亿提悬到52亿。Why would I betray you? We all have our secrets. 后来，学电影《空口七》成事交战，原本1.4月份伫咧北美上档，啊，不过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会延到11月份。生命关头第九集上档的时间是拄今年5月份，延到明年4月份。主流电影延后上档，或转台湾真侪商业戏院爱面对无片通放的状况。希望中央规气强制命令停业，营运损失可能阁会当降低一寡。台湾档期基本上都是跟美国同步，如果疫情他们没有解决的话，基本上他们也不会去上他们的片。如果说有政府介入的话，我们又比较好去跟房东去做一些协调跟谈判这样子。伊讲，就算拆除浪棚来坐梅花座，嘛已经无遐多声民众入场。3月份的票房是得8成，200人的戏院听常常出现1两个观众包场的状况。全国甲双北的戏院工会30提出订正书指出，全台湾110间的影城，包括微秀、秀泰、国宾等等79间，拢同意政府下令休业2个月。文化部长戴丽君初二是回应讲，照指挥中心的指引为主。有些艺文产业的确遭受疫情重大的冲击，那也几乎等同歇业。那虽然指挥中心它公布的是根据各类型的因应指引，没有针对哪一个特定的场馆或行业，那所以我们在纾困的方案就视同几乎是受疫情重大冲击而致无法营运，来用这样的水位来进行纾困。戴丽君表示，日本纾困2.0的版本的特别预算会增加到45.2亿，再加上医院制级的7亿，达到52.2亿，会当扩大到日本艰困事业的观光薪水甲营运资金补贴。不离哥就伫咧文化部宣布加码同一天，中华两间老牌戏院嘛宣告，因为片商无法度正常提供片源，会拄5月初开始暂停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政府部门为着要减少人甲人之间的接触，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仔日宣布讲，对后礼拜的行政议会开始，包括6都首长甲部会官员，拢会当用视讯来参与。另外，内政部对后礼拜开始，予员工上下班的时间变较有抽退，较袂遐客避免接触的机会。
捐出真济防护衫等等的防疫物资。内政部长徐国勇感谢企业正慷慨捐赠，嘛强调因为疫情的关系，下礼拜开始内政部会扩大春秋上下班的时间，甲人流分散，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就把上下班时间拉得更长，拉得更长，弹性更大的时候，有的人就可以早一点来，有的人晚一点来。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交通工具的拥挤跟这一些状况给做了相关的分流。疫情一直在拖，政府部门也继续运作，为了减少接触，降低感染风险，初九开始行政议会六都首长甲部会成员都会当用视讯来开会。像六都的列席的所长，都可以用视讯。那另外，有些部会也都可以用视讯。然后在院会里面相关的出列席人员，就距离上也可以比较宽一点。行政部门提早部署，立法院防疫嘛唔敢放掉。立委考察未亲身去当地，改用视讯参访司法院所属的法庭，来尽监督的责任。既然远距是一个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不是用亲自的去参访，因为亲自参访的话，你会有很多人在一起，反而增加它的危险性跟风险。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如果成功的话，以后我们就会透过远距的方式监督相关单位，然后让这个防疫的风险降低。那游院长是说，因为今天开始也连假四天，然后到下礼拜一才那个开始开会，所以但应该还不用到需不需要考虑立法院停会哈，这样待机就大掉啊了哈。但是他会利用这四天的时间，把立法院能够消毒的、能够让大家安心的先做一遍。啊，不过因为观光局主任必须的代志，立委烦恼立法院防疫问题，佮建议公爱停会两礼拜。不离个立法院长尤锡坤表示，已经利用连假甲疫区消毒，再佮观察看卖，目前未停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伫四月初已表示，武汉肺炎是愈来愈严重。这几日啊，全世界确诊人数有可能会破100万人，5万人死亡。另外，美国的 CNN 也讲，台湾、南韩、中国拢有经过 SARS 的吞打，认为挂嘴安会当防疫，这可能是真正有效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直传播到组织，过去一礼拜全球不敌人数翻几啊倍，疫情遍及205个国家地区，未来几天内底确诊人数恐惊超过100万。In the next few days, we will reach 1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and 50,000 deaths.这波全球大流行短时间难以缓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这篇“大西岸防疫在亚洲可能是对的”，全球其他国家正伫做的分析报道指出，各国开始注意经过 SARS 台湾、南韩、中国这防疫基本动作，也就是大西岸。过去欧美民众普遍认为，只有破病的人才大西岸，这阵可能要慢慢改变。奥地利总理克里茨要求民众出外应该要大西岸，另外还有一间超级市场也主动提供西岸给民众。Ich bin nicht dafür. Ich glaube, man verschleppt damit das Problem oder macht es hysterisch.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洛杉矶市长加西德拢呼吁大家开始戴西安，不过也强调要用到防护等级较悬的 N95 西安，爱甲资源留予伫现场作战的医疗人员。And if you take one of those N95 masks, you may be taking it out of the hands of a healthcare worker.对疫情严重的地区，西安防护衫加医疗器材更加珍贵。加州圣何塞一间医疗中心护理师七日出面抗议，防护装备真无够。We have to reuse them for one each day, and the next day, and the next day, and the next day until it goes bad.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是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对大西岸的相关讨论是开放态度，要找出新的证据，才阁决定防疫期间是不是需要改变使用西岸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当日吞打全世界，真侪国家的医疗资源拢无够，开始甲抗敌啊去临时病院。另外，伫美国纽约，要医生做伙翕影片，呼吁民众唔通出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全国确诊人数超过90万例，各国爱面对医疗资源压力渐渐出现。美国底特律的甲一座会议中心改建做会当容纳1,800床的临时病院。Yeah, so we just started yesterday. About a third way done already with the actual partitions. We hope to be done by the 9th of April. And that includes putting beds into it and stuff, getting operation. They're keeping their most severe patients in the ICUs and the hospitals, but they want to bring COVID patients in here.伫咧惠城的天普大厦，嘛让出运动馆的场地，改建做临时病院来收患者。英国伦敦展览中心是改建做南丁格尔病院，估计会当提供4,000张的床位。
美国洛杉矶、德国柏林、西班牙马德里嘛拢来起这款的临时病院，来应付数量已经渐渐失去控制、确诊患者。伫咧南美洲的厄瓜多，疫情嘛继续伫咧滚高，到七日为止，全国已经有98个人因为病毒的关系转来死亡。短时间以来增加真侪死亡人数，一时之间死者遗体无所在下放，干来当个尸体放在冷冻柜柜，暂时来做太平间。Eso va a causar bastante infección para todo el pueblo y va a ser peor perjudicial para nosotros, los que vivimos aquí. La mayoría tenemos casa de caña y el aire entra hasta por los techos. ¿Qué va a hacer? Eso no es algo seguro porque es algo inseguro.美国疫情重灾区的纽约是由医生家己翕影片，针对病毒传播甲真紧，感觉真烦恼。集体呼吁民众爱踮伫厝里，而且爱避免拜访年岁较侪的士大人。Hospitals are running out of medications. Some hospitals don't have protective gear for staff or family members of patients that come to the hospital. We're running out of medications. We're running out of equipment, and we're even running out of oxygen,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patients that have COVID-19 need.伫咧欧洲的西班牙，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加泰隆尼亚一座图书馆启用紧急改建做加护病房，来收容增加真侪重症患者。意大利南部南纳普利的一间病院是公布实际录出来影片，强调医护人员拢有穿全套的装备，严格执行分区隔离，维护医护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李高梅共台人放火，害死六位亲友的死刑犯王仁贤，昨夜被开刀定刑啊！这是总统蔡英文任内第二回执行死刑。不过，废死联盟也批评讲，蔡总统任内这两案拢无经过司法救济就执行死刑，也批评废死伫台湾只是口号而已。七日暗时，死刑犯王仁贤枪决。2016年，伊趁威龙梅放火烧死爸母等六名亲友，去年死刑定谳，加上太死前母，抓走六岁大汉查某囝小谭，已经伫2018年枪决的李鸿基。蔡文政府近来已经两名死刑犯枪决。只要依法能够查明他已经没有救济的机会，包括没有非常上诉没有再审。也没有申请到法官会议解释，以及经过特赦，那我们就会依法来执行。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期待什么或希望什么，没有期待，因为我已经不把认为他不认为是家人。加小区专业会王金田的遗体，交警署议员的沟通当中，废死人民批评，放弃期间执行死刑，让废死在台湾变成口号。暗过连续发生随机杀人案件，大家拢真惊吓。有法界人士认为执行死刑至少有合作犯罪考虑。王仁贤的确他没有要求再审，非常上诉事先或特赦这些没有，可是法务。不依照他们自己的职权，他本来就要应该要来审核说，那这个人他的精神状况到底适不适合执行死刑，这也是公约赋予我们的一个责任。疫情紧张，那人心惶惶，会不会大家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会比较乱？那执行个死刑的话，会不会说有吓阻的效用？由法界人士认为，重视人权的欧盟国家目前无用的方式，对台湾执行枪决关注度可能降低。即马国内还有39名死刑犯等待枪决。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伫2月24日就发布讲，公布人权禁止出国规定，说去当港有县政府的员工去澳洲旅游，甚至县府县长夫人也有去。即阵洪浦县长夫人伫伫面册甲证人会议内，县长王章良表示讲，伊会虚心检讨。你即、這个约过你即个秘书拄啊好差一工尔，迄是因为咱反应较慢，无若较早，反正伊嘛是属于爱居家检疫的一员。嘉义县议员来质询县长，讲县长夫人甲县长是秘书，伫今年2月防疫期间出国，是不是违反着防疫的措施？管理夫人常在个人脸书发文，为家己造成社会观感的不好来道歉。那在这边我也本人太太因为这样的一个不符合社会期待，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那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一样继续往前为防疫工作，大家一起来努力。馆长表示，伊是伫2月25日出发，到3月4日回来，嘛是伫回来了后，澳洲的疫情才开始愈来愈严重。伊嘛有按规定自主健康管理，但防疫期间出国的行程，也是会带来不好的社会观感。因为社会观感确实有问题，所以他正式的跟大家致歉。那第二个部分，他认为应该给所有的防疫，或是居家检疫，或者是所有回国的人，
应该更多的同理心跟体谅。政府嘛提出呼吁，防疫期间大家还是要遵守政府的规定，唔通去做违反政府整个防疫的命令，这才是目前同重要的工课。记者林伟廷加以报道。追分成功是好极了，真侪民众来专工去台中一个火车头拍车票。不过，正伫台南的仁德成功里，某一个追分成功的公园咯，咱也做回来看卖。冰角岛的声音亮亮叫，白海面顶下堆粉距离145公里，成功距离1公里。这不是台中的成功火车头，这是台南仁德区成功里的成功火车站。在地里长甲里面做伙甲这片刨荒的地，整理变作一座公园，堆粉成功。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这是一个小山坡。啊，小山坡我整理开了，啊，这个做开迄个气味吼，佮感觉足像个，像是个月台迄个感觉啊。啊，有这主结构了后，我就想讲，安尼来设计，就以铁道来做主题啊。铁轨路、旧车牌、冰高道，逐项拢真招整。李长讲，这设计改过六遍，大家做伙举头壳出钱，搁出力，就是要打造一个特色的公园。啊，目前阮即嘛还未做诶，就是外口周围搁有白色的剑山，这白色的剑山爱搁加做一个围墙啊，围开，迄整个气势就开。李长感谢在地里面来到收听，对无教有打造一个火车头公园。过程当中，毛宏化劳动服务业的人来到做工，结合民间甲社会力量，让地方加一个散步翕相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低坡的麦粒西瓜普遍伫清明的前后来收成，不过最近的农民也烦恼讲，辛苦种植西瓜，规片恐惊会互草啊、草头提起，就伫远的四口连等大篱笆，讲要来用心护这个栽培过西瓜。农民甲一支一支比人搁较悬的竹篙插伫田的四口连等，搁甲布棚摕出来围，就是要保护特别收成的小红西瓜，卖掉插头。惊人偷拍。偷拍啦！你讲讲安尼，迄个宽度敢有够？有啊！农民唔呐，惊辛苦种植的西瓜去红头病去，搁惊鸟鼠害虫吞大因的心血。这个是农民会当围棚啊，迄个野棚会定啊，野生棚有无？伊个改定嘞，怎啊内底生虫啊？怎啊也个繁殖啊？迄细粒定嘞就烂呀，就无好呀。清明节进前就做办，人来讲车唔比伫市面上讲人。就大卖哦，因为七轮瓜在咧卖啦哦，迄也无好食咧。农民差不多拢是伫咧旧历过年去甲斗种西瓜，安尼伫清明的时都有通收成。使用西瓜这款品种得高，唔免收费心神，唔过品质也袂好。一株西瓜干那通捞3至4粒个。农民表示，遮个西瓜过几几工啊，都有法度收，总是大篱笆甲田围起来较安心，才袂好半冬的心血拢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气候黏黏寒、黏黏热，也影响到蒜头的收成。伫云林的农民也表示讲，今年的蒜头大细粒差真多，地数产量减未到30%到50%，量少而且价钱变真悬，恐惊会防偷摕。伫台七警察也增加巡逻去到蒜头园啊。伫过年啊，挂手笼，几百人伫横里无闲，甲蒜头、枕头起尾，蒜头一刀一刀收。不过粒头大细有真差，整体比旧年拢较细。云林当时的蒜农表示，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平均的产量减3到5成。应该是差不多损失3成至5成。迄阵过年迄阵哦，有一间生火啦，啊，可能完了污染。啊，拢损失，即摆上少也损失有30%。蒜头遇到这个要采收期前呢，那结种的时候就是要有稍微一点点带蓝红，不能太强，要慢慢啦。但是今年都是很酷热啦。云林镇蒜头超过4000公顷，产量占全台的80%。蒜头惊热、惊雨、唔惊寒。今年蒜头咧结的时，温度超过24度，地数蒜头无啥会大，达分地减收要1000台斤，量少价少悬，恐惊会互人偷摕。为着保护蒜农半冬以来的心血，台西警方也加强巡逻。这个蒜头的采收期我们各所会针对我们辖区的蒜田哦，来做一个那个专线巡逻，特别是加强深夜的巡逻。重点地区我们会设置爆闪灯，然后增加警示的作用。另外一方面，疫情正在退烧，一般认为蒜头会当促进身体健康，需求也增加。价钱比去年起40%，单卖一斤差不多35元。虽然价钱好，不过量少，农民收了加减补贴，勿忘插头，卖来倒收。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在东北季风有较减弱，气温会小可回升，而且明仔在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5度。今麦最后来带您来到加州，看人邓惠秀伫个过生日，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